欢迎收听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十五篇，第五十七章《秘闻武器》。炎纪大陆原住民族群留下的巨额宝藏实在是太惊人了。我的老天，这下可真的……罗峰眨巴下眼睛，全身都沸腾了。发了，真发了！难怪苍鲸王、紫中王他们为了这祭塔宝藏一个个那么拼命，叶辰王、虎刺王他们也是一个个充满渴望，看来他们见识就是比我多，知道这宝藏惊人。何止是惊人，简直发疯了！罗峰暗自嘀咕。三个世界戒指的一方世界中都有着不同层次的宝物，其中每个世界戒指中都有着一段流言。罗峰一翻手，手中凭空出现了三金主片，金主片上都雕刻着密密麻麻的微小文字，都是炎纪大陆原住民的文字，讲述的都是关于宝藏的一些内容。幸存的族人们，这世界戒指内存放的是供应戒主、玉主、宇宙级、恒星级、星星级层数族人的各种宝物，虽然很多物品很便宜，可却数量极多，充斥整个一方世界的无数物品，累计起来是极庞大的财富，你们必须谨慎使用，需要考虑族群要经历亿万年岁月才能慢慢崛起，必须控制量的输出，培养后代是重要的。因为这些处于成长中的弱小族人乃是我族未来，这枚世界戒指代表的是未来。族人们，这枚世界戒指存放的则是供应不朽神灵的各种宝物，虽说数量远不如上一件，可整体累积财富却更高，劫后余生的我族族群生存困难，是需要幸存的不朽神灵们为族群开辟生活空间，他们得有足够的宝物才能在宇宙中闯荡。族人们，这最后一枚世界戒指存放的是一套真正的秘闻武器，秘闻武器乃是我族文明的最高成就，无数年来我族尊者们辛苦制造，也仅仅制造不足一百件秘闻武器，而这次我族劫难，这些秘闻武器和我族尊者们的一些宝物都分在一百座传承祭塔内，有的传承祭塔内分的是秘闻武器，有的传承祭塔内分的是一件尊者们使用的宝物。虽然说秘闻武器对尊者用途不大，可是它在宇宙中的价格却丝毫不比尊者宝物低，因为它的能力很强大。至于这秘闻武器到底该怎么运用，什么能力，秘闻武器上附带的详细讲述，这些秘密武器虽只是单独一件，价格却远远超过前两个世界戒指之和。罗峰看着这三金主片有些发愣，三个世界戒指，一个是不朽级往下戒主、玉主、宇宙级等等弱小族人使用的，一个供不朽级使用的宝物，一个是镇族宝物，一件秘闻武器。说的也太牛了吧，秘闻武器是这炎纪大陆原住民族群文明的最高成就，无数年辛苦制造都不足百件，价格还远远超过前两个世界戒指的财富。罗峰直接拿着第三枚世界戒指，心意一动，就将其中存放的唯一一件武器给取了出来。哗，这件武器很是小巧玲珑，有点类似于护臂，材质主要色调为黑色，
隐约有点朦胧星辰的感觉。灭门武器怎么运用，附带详细讲述。罗峰纳闷看着，却根本看不懂。当即一丝世界之力渗透进这护臂似的灭门武器开始探查。这刚刚一渗透，世界之力中蕴含的精神印记就自动融入了护臂。密文武器护臂瞬间认主，真是方便。罗峰在轻易让密文武器认主的同时，一股信息便直接融入罗峰意识中。这段信息是详细描述这密文武器的，它叫锁空之臂，宇宙中存世不足百件的其中一件密文武器，以护臂形态存在。我族最强大最神秘的便是祭祀密文，这是我族先祖强者在以宇宙秘境中偶然发现并且领悟的一种特殊的前进道路，也是最适合我族的道路。如果你等乘坐的祭塔便是祭祀密文最基本的一种运用，祭塔内有着无数的祭祀密文，最终形成排斥探查、空间封锁等诸多能力。可是这是实密文，必须有承载物，有着很大的局限，根本无法有效用来战斗。于是我族先祖们最终创出更强的虚密文，每一件虚密文武器中都蕴含着复杂结构形成的虚密文，一旦提供能量源，就能令虚密文分散在虚空中，复散范围境界是控制范围。能量源最好是不朽神力晶体，切勿动用自身不朽神力，因为密文武器威力巨大，消耗能量也无比惊人，而且这种消耗是完全消耗殆尽。如果使用自身不朽神力，等于是在燃烧不朽身体，很是不值。宇宙中有各种不朽神力晶体，蕴含能力越强，可使用时间就越久。锁空之壁功能是虚密文复散区域，这区域内空间波动将完全锁定，无法瞬移，所以这锁空之壁堪称是空间法则力强者的噩梦。当然它也会影响到使用者自身，使用者本身也是无法瞬移，所以锁空之壁最适合修炼时间法则的强者使用。对于强大的时间法则力强者，能够施展时间暂停，可对手却无法瞬移，自然优势极大。锁空之壁因为内部蕴含着虚密文，所以只要随身携带着锁空之壁，那么以使用者为中心，一定范围内都被空间封锁，这可比祭塔等有效多了。祭塔空间有限，却很难和使用者一起移动，且战斗也容易破坏祭塔结构和祭塔上的实密文，而虚密文却是无法破坏的。锁空之壁复散范围可分成三大：一、复散半径10000公里的区域；二、复散半径100000公里的区域；三、复散半径100万公里的区域。复散区域越大，消耗能量也是几何增加。鉴于锁空之壁消耗能量格外惊人，只有对付真正的仇敌生死之时再使用，平常切勿乱用。希望族内后代强者以仗此秘文武器护我族群，让我族群能崛起。靠靠靠！罗峰感到头脑嗡的发热，激动的都懵掉了，一连说出三个靠字。我还真是翻身了，大翻身，真是大翻身啊！罗峰感应着脑海中这段讯息，心中激动的无以复加。这次祭塔宝藏的争夺真是太值了。当初刚刚进入祭塔，发现祭塔内的秘文的特殊，罗峰就很眼馋。在祭塔内战斗，自己可占尽便宜。可战斗规模一大，祭塔就会被破坏。而且祭塔空间有限，也让罗峰只能心中想想罢了。秘文武器，祭祀秘文，这是炎祭大陆原住民族群先祖强者
在宇宙秘境中偶然发现领悟出的一条强者之道。罗峰赞道，真是厉害，有实秘文还有虚秘文。祭塔宝藏的三个世界戒指，特别是最后一个，真的让罗峰无比的惊喜。试试看，心痒难耐的罗峰伸出右臂，哇，锁空之臂直接贴在罗峰左肩上，并且部分融入皮肤，同时呢，朦胧星辰黑色的表面忽然咔的声直接裂开，露出锁空之臂内部的异能量凹槽，需要能量极高的不朽神力晶体。罗峰露出笑容，我还有两颗火神元晶，每颗都价值两亿积分，一颗若引爆可是媲美蜂王初等自爆，火神元晶、雷神元晶等，本是不朽神力的极高凝聚晶体，完全能当成能量源来运用，也能直接引爆。其实当然机械族设计的时候本来是计划给一些大型仪器提供无比精纯强大能源的，谁想后来他们在宇宙中战斗，很多强者发现其妙用，倒是令火神元晶等更多当成了爆炸武器。罗峰分手将一颗火神元晶放进凹槽，只是占三分之一的凹槽范围，凹槽内部瞬间卡紧，能量灌输流畅，咔，表面再度合拢封闭，整个护壁严丝合缝。哈哈哈哈！罗峰心意一动，银色铠甲就自动覆盖护壁，将护壁保护得好好的。其实这锁空之壁材质制造无比昂贵，比那锁链宝箱还要坚硬强得多，宇宙尊者都极难破损它。锁空之壁早已认主，罗峰自然轻易操控。最小范围半径10000公里区域，空间封锁，罗峰轻易驱动秘文武器锁空之壁，还有那颗价值两亿积分的火神元晶当能量，能量实在太充足了，瞬间就已经驱动，嗡，以锁空之壁为核心，一股无形奇异的能量瞬间的猛地朝四面八方波及开去，这是一种和宇宙空间波动很接近的另外一种波动，半径10000公里范围的虚空，天空、山脉、草原、地底泥土都有着若隐若现的虚空祭祀秘文，这些祭祀秘文都是虚空秘文，若隐若现，就算一拳击打上去也只是打了个空，因为乃是虚秘文，根本就是没办法破坏的，要毁掉它就得毁掉那锁空之壁。哈哈，罗峰露出惊喜之色，环顾四周，抬头望天，俯瞰大地，真的以这魔杀族分身对宇宙空间的精密感应，能清晰感应到半径10000公里范围内的宇宙空间完全封锁，没有了丝毫空间波动，根本就没办法瞬移。科幻小说《吞噬星空》第58章，一桶凉水。锁空，还真是锁空了，好，好，好。罗峰双眸炽热，空间封锁，这可是完美大成的空间封锁。罗峰很激动，他非常清楚这秘文武器的珍贵之处，空间法则可分为瞬移、绞杀、封锁三大类，每大类下可细分为很多小类，只要某一项小类上悟透，便能够得到空间法则承认。可是想要将这三大类中某一个修炼到极致，却是极难极难，能将瞬移、绞杀、封锁任何一个修炼到极致完美大成，一般都是蜂王巅峰层次，少数蜂王高等也能用，因为这考教的是法则感悟能力，有些蜂王高等或许其他方面弱些，
可法则感不高，所以也能施展。哼，有了空间封锁，配合我事无语意。我罗峰真正拥有在亿万族群无数不朽面前立足的资格了。罗峰心中畅快，罗峰实在太兴奋，不由浮想联翩。啊，对了，关闭锁空之壁，这可是时刻在消耗能量的。哦，稍等一下，凑个整数十秒钟，关闭。罗峰连关闭锁空之壁，原本在半径一万公里范围内若隐若现的虚密文全部消失。不知道消耗多少能量，罗峰查看了下锁空之壁的能量槽，内部有显示能量剩余 98.9%。 啊，我的老天哪！罗峰眼睛瞪得滚圆，还剩下 98.9%， 这才用了十秒钟，还是最小范围的。这可是价值两亿积分的火神元晶，能量消耗这么快，短短十秒钟消耗了 1.1% 的火神元晶。一颗火神元晶价值两亿积分，等于说刚才十秒钟就消耗掉了220万积分，那么60秒就会消耗1320万积分。一分钟就能消耗1320万积分，哈哈，一分钟就消耗掉一名封侯不朽的全部身价。罗峰深吸一口气，他总算明白什么叫宇宙是公平的。像这种逆天的秘文武器，不需要在某方面修炼感悟，单单提供能量配合，这秘文武器就能空间封锁。如果消耗能量再少，就太不可思议了。一分钟1320万积分，难怪那炎纪大陆原住民族群的先辈们留言说，这锁空之壁消耗能量极为惊人，对付真正的仇敌生死之战时再使用，平常切勿使用。对，不遇到真正重要时刻的确不能乱用，这简直是吞金窟啊。罗峰暗自摇头，得到秘文武器，罗峰是激动亢奋，可使用所消耗能量的夸张程度却仿佛一桶凉水浇下，令罗峰顿时清醒了。不是兔子不撒鹰，不到关键时刻重要时刻绝对不用秘文武器，否则恐怕都回不了本。罗峰暗自嘀咕，虽如此心底还是开心的。这锁空之壁号称远远超过前面两个世界戒指加起来的财富，的确是值得。这简直是不朽级强者，特别是时间法则类强者梦寐以求的绝杀武器。我得研究研究，还有另外两个世界戒指，那么多海量的宝物到底价值多少。两个世界戒指以及苍金王他们遗留下的被罗峰得到的宝物，这一切罗峰都要有一个整体统计。不要因为数量太多种类太多，罗峰和巴巴塔也是一起辛辛苦苦在雨香山原始区庄园的书房中辛苦查询仔细研究，不同物品不同卖的方法，价格都不同，所以并非简单查探每样价格计算总价就行了，而是一些像苍金王之类他们的兵器，属他们单独制造的兵器，网络上是没法找到准确价格的。他
透过虚拟宇宙网络，透过鸿蒙城的一些朋友，透过鸿蒙城的店铺，以罗峰这个混沌城主亲传弟子的身份，透过各种渠道，耗费了足足七天时间，终于确认了所有物品的大概价格。第一枚世界戒指，虽然最贵的只是给戒主使用的物品，可却是一座座山累积，一座座湖泊累积，无数物品堆积成了简直一座陆地，全部累计大约价值2210亿魂元单位。第二枚世界戒指是不朽神灵使用的宝物，数量少而多，可累计起来大概价值2850亿魂元单位。第三枚世界戒指存放着仅仅一件秘文武器，秘文武器数量稀少，人类族群中存在的更是屈指可数，没有准确报价。这种秘文武器已经无法用现金购买，只能以物换物，用其他珍贵宝物来置换，价值的确是远远超过前两枚世界戒指总和的。苍金王等强者累积的部分宝物价值约530亿魂元单位，全部累计相加，一套珍贵的秘文武器以及5600亿魂元单位。雨香山原始区的书房内，正看着屏幕的罗峰和拳头大小的巴巴塔都傻愣愣地看着那屏幕上最终计算出的总价值，随即二者彼此相视。罗峰，你真发达了。巴巴塔眨下眼睛，哈哈哈哈哈。罗峰咧嘴一笑，是啊，这次祭塔收获令罗峰总算有一种翻身的感觉。自从成为混沌城主亲传弟子，也和其他几位师兄接触过，像接触最多的金符尊者，还有其他只是见过面的皈依尊者、恶青尊者，使得罗峰眼界也很开阔。他也查过一些资料，知道超级强者的财富是何等惊人，普通不朽身家也就10000魂元单位左右，封侯不朽全部身家在1000万魂元单位左右，封王不朽全部身家约为100亿魂元单位，这是封王高等、封王巅峰的平均水准。像封王极限强者一般就是数百亿乃至近1000亿魂元单位，而像真眼王、封王无敌乃至媲美最普通宇宙强者，身家一般是数千亿乃至更多。当然这只是大概描述，而实际上强者们几乎都将财富化为了飞船、植物生命、兵器、宝物等等，真正留有现金的都是极少的，像真眼王能轻易给罗峰兑换兽神七杀上篇，能随意弄出那么多现金已经很惊人了。像罗峰在此次得到祭塔宝藏前也拿不出多少现金，而且随着实力提高，特别是对宇宙尊者们而言，他们所需要的宝物都是很稀少很难得的，很多都是无法用现金购买，只能以物换物。比如罗峰的这件秘文武器，那就是根本没地方购买的。强者们的身价几乎都是固定资产，罗峰固定资产庞大，事无羽翼、兽神兵、秘文武器、传承金都是固定资产，而这些珍贵宝物是不舍得卖的，因为宝物可以换成金钱，可金钱却不一定能够成为足够的宝物。
像罗峰如果某一天急需某件宝物，可那件宝物却没法买到，罗峰就可以公开宣称，我以秘文武器锁空之壁换某某宝物，这反而就很容易成功了。极为想到的这锁空之壁给弟子，只是某些宇宙超级强者，或愿意给罗峰弄到什么宝物来和罗峰交易。最珍贵的宝物都保存留下，那些对我无用的，宇宙中也常见的，还是尽早多安排。罗峰暗道，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而且其他蜂王强者的宝物却不一定能适合自己。接下来的时间，罗峰开始悄悄的大规模处理这些货物，像第一世界戒指中那海量物品。鸿蒙城乃是和蜂王强者做生意，这些普通物品根本没办法，如此海量，那些店铺也没法收购，只是卖给虚拟宇宙公司。幸好虚拟宇宙公司收购部门给罗峰这个混沌城主亲传弟子面子，不敢压价卖。那些没用的常见的全部换成金钱，罗峰辛苦忙碌，心中却是愉悦的。就在罗峰透过各个渠道卖那些宝物的时候，忽然有一天，罗峰收到一封鸿蒙城中好友的邮件。邮件内容很简单，杨，听说你在炎纪大陆得到了炎纪宝藏。什么？罗峰看到这邮件吓得一跳，人类杨是自己伪装的一个身份，毕竟罗峰是混沌城主亲传弟子，早就传开了，宇宙中那些异族强者们一直在寻找罗峰，罗峰自然不敢暴露身份。杨这个身份一直很低调，算是很正常的一名蜂王强者，可一旦和祭塔宝藏挂钩，那么很多眼馋祭塔宝藏又认为人类杨不值一提，很好对付，那就麻烦大。若是苍金王那等强者得到祭塔宝藏，其他蜂王们恐怕也不敢去招惹。可杨哪根葱？真正的宝物唯有有实力者才能拥有，不引起厮杀抢怪才怪。莫大王，你在哪儿？罗峰立即联系那位莫大王。片刻后，鸿蒙城里一座餐厅内，罗峰和一位有着狐狸尾巴俊美不凡的强者莫纳王在包间里悄然交谈。莫纳王，你说我得到了祭塔宝藏，哪听到的消息？罗峰焦急道，到底是哪个混蛋在说，这不是害我吗？我刚知道这消息也是吓了一跳，这消息如果是假的，那传消息的家伙可是用心狠毒。莫南王摇头一笑，可是消息传递的太真实了，而且还说出了一个准确的宇宙坐标，坐标是 XXXX， 而那里也的确有一座祭塔。消息称，杨，你就是在那祭塔得到了宝藏，而且炎纪大陆上很多强者都已经去那祭塔位置探讨过虚实，现在至少整个炎纪大陆已经轰然传播开，连星辰塔等其他地方的一些蜂王强者们也得知了。罗峰脸色顿时难堪，坐标紫中王，罗峰心中怒极。